我们不是帮人洗衣服，还帮人洗掉人生里面的污垢。平凡洗衣店挂羊头卖狗肉，背后藏着红牌杀手，夺命不手软。那个讨厌的人想要杀掉，你想做的事交给我们吧。执行任务不留痕迹，杀手偏偏被亡灵缠上。艺人张孝全宣传新电影，谈起女友打太极。因为万茜她在大陆，她在拍戏，所以她没有办法赶回来。避谈绯闻，张孝全却自曝片场想拍灵异照片，惨遇阿飘。没讲什么一二三，我就直接按下去，然后按完出来我就看，哇，好像哦。然后就跟佩婷说，哎，你看，真的好像。他说我刚头根本没伸出来。发生这个照片的事情，我们就每次开机我们都摆。拍到不明物，剧组硬着头皮继续拍片，演员为了冲票房吃足苦头。武打戏来真的，重重一击，张孝全痛到站不起来，甚至还得男扮女装。直到第一次定妆，我就吓到有点后悔，因为他们帮我准备是那种就是风流俏护士。演员为电影大牺牲，就看鬼片搭鬼月能否让消费者买单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我觉得你们这一次又有肥皂，我们来点点头好不好？让大家看看你们有多可爱。